最佳男主角提名名单包括刘丹《爱回家之开心速递》，冇一个人信我噶，天啊！张兆辉《黄金有罪》，点解你要咁做啊？萧正楠《黄金有罪》，公司嘅流动资金都冇晒啦，你咁嚟玩我？你连兄弟都闪？黄智贤《黄金有罪》。衰咗，我而家衰咗啦，衰到翻唔到转头啦，妈咪。何广沛大将员，可能因为受惊过度，我咩都唔记得晒。我反对，我系你个仔咋，我唔系你囚犯啊！黄浩然，法证先锋四，就系我个妹高善。杨明，机场特警，我而家都未系一个好嘅特警。陈山聪，十八年后的终极告白。我即刻冧咗你。我冇事。谭俊彦，十八年后的终极告白。我大把机会去认错啦，我老冇勇气去做。胡鸿钧，航魔的二点零。你点可以咁易放弃噶？到最后，你连同两个朋友嘅承诺都守唔住。马冠东，那些我爱过的人。我智商160，我看得出你的小动作，我自己走回去。陈豪，杀手。公平点，给机会大家，有本事的不要给我落翻靶场。黎耀祥，杀手。我收了条数，你杀他，我保证不对你出来。 OK。 张振朗，反黑路人甲。得你一个人信我有鬼用啊！我而家就要冧咗你八婆，证明我系清白嘅。森美过街英雄，我唔系啊！我有冲劲，我有理想，我唐亮星妹咁容易屈服嘅。黎洛儿，斯拉特工，绝对唔会向敌人投降啊！罗子日，目击证人，你当初去春浦嗰时度系为咗啲乜嘢？我唔记得啦。你帮我记清楚啊！韦家雄，目击证人，我一定要小心谨慎啊！如果我有疏忽，我实定挂得噶。林峰，司徒行者三，多谢你。黄子贤，马国明，司徒行者三，原来佢单只系个庸才，佢系个仆街。苗侨伟，司徒行者三。就算我失敗，我的代價會比你小很多。袁偉豪，司徒行者三。有沒有些潤回一點的感覺？黃浩信，踩過界二。我以為這樣對你好，誰知我就傷害了你。羅天宇，香港愛情故事。那我們呢？不要再想改变不了的过去了，我们要想可以改变的将来。